我说我是事发第二天过去的，然后在派出所里面的自己。50多楼吧，好像是56楼还是六十多楼还是56楼，可能是56楼吧。他拽下去之后呢，大概他就掉在那个那个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这个楼顶上面，大概也就10几米。那没有当场死亡，因为那楼顶很少人去，也比较偏僻，也很难上去。他大概呢就是爬了1个小时。大概呢到第二天是早上呢6点多，他上去搞卫生擦玻璃的人才看到的，然后就报了警。做第三个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